种田系统呢？田没看着，一进去就被人追，还被烧死。刚才系统出了点问题，每次投放的时间都不太准，我们调试一下设备。好，重新再来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作为测试阶段的首批体验者，你完成任务之后不但能拿到奖金，还能为游戏开发做贡献。这一上来就把人往死里整，我看你们这不是体验游戏，是想把人送走。再来的话，能不能把痛感降低一点点？没问题。但是我得提醒你，那些使绊子的亲戚该经历的还得经历，这样的事儿你在游戏里领任务加载后说了50遍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我接接电话。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打了这么多电话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妈，快开学了，那个学费怎么不找你爸要啊？我爸说手头紧，让我问问你。你妹妹上钢琴课就花了不少了，你李叔叔身体又不好，吃的补的还有药都得不少钱呢。我和你爸离婚之后一直是我在管你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问问你爸，去跟你爸说去，你都大二了，他再付2年学费就可以解放了，用不着抠门省这点钱。可是妈，我元妹儿，您不是吩咐你去摘菜吗？你怎么敢在这儿偷懒？小胡，你谁在猪圈里偷懒啊？哎，离我远点！这 NPC 可真多嘴。姐，哎呦，这手感可真真实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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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可爱。娘，您可别冤枉我，我这干了一早上的活，哪有功夫偷您的宝贝啊？叶儿啊，叶，快来搭把手。我跟这老太太怎么老磨叽皮啊？就像鸡蛋一模一个状。说什么呢？干啥啥不行，
吃啥啥不剩的，你不干活跟这要活呢，你还杵这儿啊，牙长手短的，滚滚，看你。哎，好儿子，哎，你干啥去？还不收拾做饭去？娘，老三媳妇儿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蛋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哟，我每日都看得紧紧的，哎，早上摸鸡屁股准准是五个，方才捡回来四个，这要是没有人拿，怎么会少呢？啊？说话。娘，他爹我没偷。娘，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回来正好，你这媳妇儿够可以的啊！说两句他就不高兴了，你看看他这样子啊！娘，这一家人都这么些年了，您这心里应该明镜儿。你儿媳妇儿她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呦呀，我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，你竟敢娶了媳妇儿，你就说我是老不死的，听说我不是啊？亏把你养这么大，真是开了眼呐，竟是不孝顺的子孙。娘娘，是儿子的不是。我就三弟妹啊。不就是吃了个鸡蛋吗？你就承认了吧？娘顶多也就是说你两句。二嫂，我是，不就吃个鸡蛋吗？就承认了吧。嗯，承认吧。老婆娘，好啊，娘娘。哎你了解谁呀？跑！哎，跑！你跑！你跑！大娘！还真是有点疼。这连家一家都什么人呢？进来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看到人？这么漂亮的景色，不拍照片发朋友圈真是可惜。赚1000两黄金，没概念。姐。
回家，买洋袜子。哎呀，卖嘛呗，管他呢。盒子，你能看见里面的字吗？那看来只有我自己能看见。小琪啊，姐姐问你，咱们这儿一根黄瓜卖多少钱啊？黄瓜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糖葫芦五文。那意思就是这世界里的一文等于现实世界的一块，一千两黄金等于一万两白银，一两白银等于一千文。算下来就是一千万。哎呦，一千万！我这衣服带补丁呢，你让我上哪去赚一千万啊？不是，一千万哎！一千万，这不为难我吗？姐，你没事吧？一千万。燕儿姐，你知不知道怎么才能赚一千斤呢？一千斤？你疯了？别说赚了，咱就是几十辈子还没见不着这么多钱呀。那家里有多少亩地呀？30余亩。30余亩？那按道理来说，每年粮食的收成也不少了呀，为何家里还这么穷？家的情况你还不知道？咱大伯是秀才，爷奶整日盼着大伯能当上大官，一荣俱荣，带上咱们连家人过上好日子。所以这些年呢，家中赚的大部分银两都拿去给大伯了。毕竟大伯一家住在镇上，花销大，像咱们这些泥腿子就没有那种享福的命了。再加上这几年官府的税收一年比一年高，仍交完田赋，日子就越发难熬了。奶要开柜子了。怎么了？只有大伯一家从镇上回来，奶才会开柜子。有宝贝。哎呀，燕儿，你快点吧，我都饿了。大肥肉。肥肉才香哎！5片，5片，过年才切了4片，6片了。马上就到了。娘，咱们给妈儿说你们亲事不会出什么岔子，毕竟他们那户人家。尽管放宽心，这门亲事啊，是你爷奶还有三叔三婶都点了头的。孩儿他爹，他爹，你说呢？要是你那偷奸耍滑的二叔
兴许会横生枝节。你三叔一家敦厚，不足为虑。看，你爹都那么说了，等明日那媒婆将人一接走，那500两银子也就到手了。我收这个钱也是为了廉价，只要是花儿能够顺顺利利嫁得好，我就能够捐个官。我走马上任之日，就是我们廉家好日子到了。是，都给我记住，在爷奶面前谁也不许透露半字。爹，您看这是上等的好酒，梨花白。哎呦，这个就更好了，这是上好的点心，叫一口香，官府的老爷们最爱吃这口了，我给您带回来尝尝。哎呀，你说说你呀，这人回来就好，总是带这么多东西，这不浪费银子？我不花钱。不花钱啊？能是别人送的？儿子，我这几年呢，时运不济，屡考不中，但是我毕竟是满腹经纶呢，我一边备考，一边在私塾里边坐堂教课，学生们对我呀颇为爱戴。爹，田里边还忙吧？哎，这几日还算清闲，过些天一收秋就忙活了。爹，柴我都搁后院。哎呀，别跟这说了，上桌吃饭了。哦，来吃饭。好好。哎呀，吃饭吃饭吃饭。两个你给倒上。多吃点儿。哎，行吧。大九，秀儿，你看你戴那个鎏金的簪子，真俊俏。这簪子呀，花儿一直都不舍得戴，非说要留给你。哼，哎，花儿，这肥肉香得很，吃点。罚了你了。您那嘴里嚼的什么呀？肉啊。哎呦喂，看看看看，这你养的好闺女，长鬼托生的，那肉夹一块一块的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您那点小心思，要吃肉我自己不回家。别吵吵了，这手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有肉让孩子吃。这个肉我都舍不得吃一口，你说这个骂你要不要脸呢？他俩都吃的，我为何吃不得？是我嫁给花儿的，你凭什么吃？凭我洗了7根茄子、8颗白菜、29根长豆角，我凭什么？哼，你这个死丫头啊！你以为自己嫁给有钱人腰杆硬了是不是？一二三，再二三的，你就顶着长辈了。你看你养的好闺女，我要嫁人了。妈儿，你说你，眼看着就要跟孙家的公子结亲了，那往后吃香的喝辣的、穿金戴银的日子还能少吗？何苦非在娘家为了一块肉，跟奶奶怄气呢？就是，孙家。哪个孙家？孙离。对呀，你也知道这孙家是我们当地的大乡绅。妹儿啊，
你的好日子呀，在后头呢。这个孙家怎么又来了？嫁过去八成又是殉葬。我不嫁。胡子，婚姻大事啊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一个小辈你就做主了？是我家，又不是您家，我怎么不能做主了？三弟啊，这门亲事我可是求了人的，我可是搭了面子的啊！东找西找才找了孙家这么好的人家，当初爹娘啊还有你们，可都是点过头的。明天人家没人就来接人了啊！这样出尔反尔，我如何面对别人？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啊！人家一个有钱公子哥，为何非要猴急猴急娶我一个乡野丫头呀？这中间的弯弯绕绕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拉我去殉葬。这，曼儿，可不敢跟大伯这么说话啊。曼儿，你看你多心了不是？那孙家之所以看上你啊，还不是因为你命好啊？那八字跟孙家公子是极为相配的。这女子嘛，早晚都是要嫁人的，要是能嫁入孙家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。对呀，错过了岂不可惜啊！大伯娘，这么好的亲事，该让花儿姐嫁去啊？你说的什么傻话呀？你花儿姐姐不早就许了人宋家了吗？没老大张罗，这般好事能落到你头上啊？如此富贵的家庭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，难不成日后想嫁给郭秀爷？真不是好歹呀！你嫂儿啊，你们两口子怎么想的？啊，虽说这门亲已经定下了，但乔曼儿的态度，确实不愿意嫁了。啊，幸好孙家人还没把曼儿接走，以孙家那样的门第，再找个八字相配的，怕也不难。大哥。娘，娘，哎呦喂，咱们俩造的是什么孽呀？一辈子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净瞎折腾啊！老大辛辛苦苦的都是为你们着想的，你们却这样下了老大的面子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啊，哎，娘，娘，娘，哎，娘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事儿。说翻脸就翻脸了，你看把娘气的！哎呦，我不嫁，不嫁，我就不嫁！谁要再逼我嫁，我就跳进去！我不嫁，不嫁，不嫁！让他跳！胡来呀！娘是要逼死他呀？怎么这样？什么呀？你要不跳，你就跟我嫁！敢在我面前拿桥，啊！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你们一家老小逼婚卖女的事传出去了，会不会让人笑？谁拦着他？谁能拦他，我就给谁炖肉。哎哎哎！我来。你不能过来了，还得吃肉呢。你别过来！你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说实话，过来！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上次被烧死，这一次估计淹死也不好受。抓紧了！妈！妈！妈！
事了呀？娘，你说曼儿怎么就突然变卦了？不必多虑啊，出不了什么幺蛾子。等明日媒人一到，把他接走了，这事儿就算定了。娘，你说曼儿怎么知道他家去孙家人？嘘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。哎呀，大爷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就拿姜汁呼他一脸。谁？谁啊？小琪。可以啊，有两小子。姐姐，跟我走。干嘛呀？姐不嫁人，以后我保护姐姐。可爱。快走。把沐风条给我锯开了，曼儿，赶快拿上行李，到你舅舅家躲几天去。快去。师娘没用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这些年，娘在家里凡事忍耐，可如今这门亲事，关乎你一辈子的幸福。娘是万万不能再忍了，赶紧走吧，快走。如果奶奶发现的话，就说是我自己走的。哦，路上小心啊。我都一个种田系统，还得通关一堆极品亲戚，一个王八蛋收拾的。让我去找我舅，也没人跟我说我舅在哪。谷歌，走吧，走，这
难道是系统开局送男硬不写走？大可不必。怎么就晕了呢？嗯，应该是低血糖。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 NPC， 要是救了之后，触动了什么隐藏剧情，那可就麻烦。我还得逃命呢。对不住啊，兄弟。行吧，虽然没做过，但基础知识还是有的。干什么？我刚刚把你救醒，你抬手就掐我脖，你再戳吧。你方才是想救我？不然呢？你不懂，虽然你是关键人物，他肯定有法子帮我。问你件事啊，我大伯要把我卖去殉葬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活人殉葬，草菅人命，安律主犯应斩，从犯流放三千里，谁敢对你如此，投官便是。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法子呢，但是我这无凭无据的走了，官也没用了我。官府的人必定在四处找我，或许可借此机会换个身份，好尽快找到十三。或许可以帮你，有话不妨直说啊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，如何？可找着了？黑灯瞎火的，哪那么容易找啊？这近来山匪那么多，莫不是被劫了去了啊？是的，明儿再找吧。你看这给累的，腰。哎呀，哎呀，累坏了吧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爹娘，那王卫国明天就要来带人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务必得把曼儿找回来。是不是你把那个死丫头给放跑了？是不是？说话呀！
好啊，果真是你这丧文星，你愿意跪着那就跪着，一直到那死丫头回来之前都跪着。什么呢，连麦儿，你没处疼？我疼哪儿去啊？睡不惯柴房，换个地方疼罢了。哎，你挺个大肚子，怎么动不动就跪啊？奶奶见着，该多难为情啊！走。行了，这孩子没事儿就都安心了，都回屋歇着吧。不省心的东西，碎得跟屎酥似的！你这一声啊！娘，折腾的让大家伙找你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放心，我不走了，我有更好的法子，吹了这么久。走吧。一群肩膀长毛。屁股惹的兰桂啊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不给我起来？想当年我做儿媳妇的时候啊，这事还不妥妥的？姐，快起床，你在外面骂了。姐，手机呢？没手机，没空调的日子。根本不是人过的。现在几点？几时啊？四十。四十后意味着四十。那时间早过了呀，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啊？来了，快往里面请。爹娘，媒婆来了，爹娘快出来呀！那只能闭眼睛了。喂，哟，病着呢，来慢点。爷，奶奶，孙女不孝，前几日染了风寒，我以为过两天就好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我爸是无福，嫁去孙家了。嗨，又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不打紧。等到了孙家人必会请最好的大夫给你瞧病，没准转天就能药到病除了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说是美好。那孙家人说，我们连家扔了个病秧子给人家，那不仅会让家里跌面子，也会坏了大伯的名声呀。妹儿说的在理，如今这丫头病重，嫁人的事儿不行就缓一缓吧。爹，儿子觉得啊，这妹儿啊，就算留在家里。我们最多也就是找个郎中给他看一看，剩下的也就是听天由命了。这孙家财大气粗啊，如果去了孙家，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。妈儿，孙家离咱们村这么远，妹儿病得如此重，怕是经不起路上折腾啊。乡下人谁没个头疼脑热的呀？哪有这娇贵？奶奶说的是，哪有这么娇贵啊？爷，我既然答应了，那无论如何我都得去，哪怕是半路丧了命，那也是孙女的造化。只怕孙女这一去，就没有办法
再回来见你了，爷爷。这样的话，你属人的吧？啊？啊？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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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快！哎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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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有话说，我还有话说，等等，我还有话说，我还有话说。他这不舒服呀，这慢。连曼儿在家吗？想必您就是连老爷子了，在下有礼了。哎，你是连曼儿的夫君，这孩子的爹。这孩子当真是曼儿的？不可能，曼儿连门都不出，哪来这么一个小崽子呀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这不是败坏我们练家的名声吗？我家在青山县沈家村，三年前随父兄赶往莲花镇，后来途经此地，便与曼儿一见钟情。后来我们时常私会，这不小心曼儿便怀了孩子。沈诺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这副模样是在……还不是怪你，说好的时辰，怎么现在才？你看，我把我们的孩子带来了。来，我们呢？我们？嗯。时光。